晚上煮面给你吃哦。最近大家是不是囤了很多泡面呢？今晚吃的是这个康师傅藤椒牛肉面，一勺韩式辣酱炒出红油，等水沸腾了加入面饼和调料，最关键的只是灵魂藤椒油包，在中间打个蛋焖上五分钟，期间也不要闲着，抓住夏天的尾巴来一份西瓜冰，起起摇一下再拿去冰镇，倒出来就是冰沙啦。五分钟到了，这个时候鸡蛋刚刚好，还是溏心的状态，焦香麻爽，就要这个味儿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